令林，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第一次听到那场竞赛时，自己人在哪里，正在做什么。我当然听过哈勒戴，我当然听过哈勒戴，所有人都听过，他是电玩游戏绿洲的原创者，这款玩家众多的多人线。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，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媒体对这位巨富的死这么大惊小怪，毕竟我们地球行星上的人还有很多是要。